算一算人，韦总的号自己耳妹的号韦总的号都不敢直播了，所以说用小林的号直播了，家人们，谢谢大家。聊一些正能量的话题，谁举报我们，到时候大家懂得都懂啊，家人们，咱们也去那个就是举报，对对对，看不了，看不了是谁啊，仔细的看不了是谁，只能看见，好可怕，十几个人，天哪，这相当于咱们还是比较受关注的嘛，对不对，钱在直播间里悄悄的搞我们，真不要脸，都说了有什么东西，有什么东西可以明面上来，明面上的跟我们玩，不用再那个啥，不用再暗地里操作啊。吴总回乐山吗？没有，吴总还没有，没接到他的那个啥，没接到他打电话啊，所以说现在还没看见他回乐山。上上人啊，家人们，上上人，有甜瓜吗？甜瓜有啊，这两天空了就是空了再给大家上嘛，这两天先把这些事情给处理了嘛，不然的话韦总又要背黑锅，没有意义的，咱们不背锅，我们不背锅啊，凭什么每次都给我们泼脏水，全是我们自己接，凭什么呀，没那个，我们也不好欺负了，看不见啊，兵哥看不见，只能看见多少人，看得见那咱们还那个啥，看得见咱们还说这些干嘛，对吧，总有小人在背后作妖呗，这个很正常的，我们那些号全部来来回回的就是这样，就搞这一出，他除了能搞这一出他还能干什么啊，这龌龊的手段，我没有啊，贺阿姨我没有，所以说我就说大家一边聊一边打打正能量，杨叔晚上好，好久没看见你了，对小罗，对是这样的，清楚嘛，大家都清楚，刚刚韦总给大家聊着聊着突然就没了，直播间少聊一些这些就可以了，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啊，分享一下我们直播间，四件套您说没有，对我们家的粉丝干不出来那些事，我们家的叔叔阿姨不会干那些事情，知道吗，大家就是正能量的人，所以说我们不会背地里搞一些事情，包括你们，所以说我们才经常被欺负嘛，那韦总现在四个号都不敢动了，韦总是他播不了，所以说用我的号播，你们也可以这样跟他聊天啊，谢谢我的不提议啊，谢谢我沉默的心的阿姨，感谢大家送的粉丝灯牌，你们可以有条件的叔叔阿姨上一点人气票冲冲人啊，冲冲人可以进来跟韦总聊聊天就可以啊，是耳妹吃冰棍，耳妹没吃啊，我在吃啊，阿伟在吃啊，耳妹没有吃啊，谢谢春晓姐姐，感谢大家进来聊啊，在我直播间聊啊，人不犯我，是啊，都是这个样子的，能有什么办法呢，小五哥呢，小五哥在洗车，打不上人了，家人们，打不上人，昨天晚上送了两个飞机给阿伟啊，是吧，谢谢你贺阿姨，贺阿姨你有任何问题可以发光，天天说给你们转钱，贺阿姨这个阿姨天天说给你们转钱，谢谢阿姨的支持，谢谢阿姨的支持，对，昨天很多家人都支持，昨天没有直播间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支持的话我也输了，真的输了，不只是输了奖励，而且输了面子，后来一群软件聊天就微信微转点给你们水果吃，什么就那个贺阿姨啊，说给你转钱，谢谢别人给你转钱要给你买水果啥的，吓得我跟你说、这个开不开都无所谓，谢谢点赞，欢迎来到直播间，等我明天再画吧，因为我们今天晚上是临时播、他的不用换了，真的换过来，现在他脸有点油。不是，我觉得他长瓷了。热呀。长胖了。长丑。
我热的吗？热吗？啊呀！他说热啊，热就给他擦一下。怪吹。热吗？那打开了没？你们觉得刚刚好，我就感觉不行，我就感觉晚上我开空调，它冷得很，我是热得很，而且我还是对着空调吹的。待会儿他们又要骂你了。你真的？因为激素都提高了。嗯。你已经。二妹跳转过来看一下。这儿。嗯，让你吃梦了。不是。就有一点点。我。就有一点点。我是孕激素，我妹妹怀孕的时候全脸都长完了。我们家都要长，那不一样，你们家都长，你不长。我哪里不长吗？我都是长了吗？我长了，我都是擦着护肤品，所以它才不长，不怎么长。这个地方，我这段时间没有擦。拱起来。说和阿伟在一起，没看见他呀？他给你打电话没有？吴总吗？啊。还没下来。还没下来是吧？谢谢点赞，谢谢。二妹怀宝宝怕热，正常。啊。但是又怕你感冒啊。不会，我不会感冒，反正。我晚上不盖被子，有的时候我都感觉差不多，他就感觉冷。你们俩聊吧。你们两个聊吗？我洗冰箱去。他晚上开多。你。36，他觉得冷，我感觉刚刚好。36度的。26是不是？36度的空调开了，现在也没开啊。大哥。我这个眉毛没有了，就感觉怪怪的。是吧？你的眉毛其实长得还比较浓。对，这边也去了。所以我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，我都有点懵了，我就想他一直眉毛去哪了。一直眉毛说给粉丝们。眉毛。你把它和眉笔来画一下吧。眉笔拿来画一下可以了。小林，你什么时候结婚啊？小林结婚。没有一撇的东西，结什么婚啊？没结啊！你这记得是啥呀？这谁记得？没结啊！小林该结婚了，你找个对象。这什么对象？梅姐在不在啊？梅姐，这个是啥呀？不知道。这个是。他在耳妹记得东西。这什么东西啊？梅姐记得啊，梅姐记得。梅姐在不在直播间？记得花生。这个是。我也不知道这是。这是。这个什么小？二妹，那个白色的是什么？二妹，这个是梅姐啊，粉丝跟二妹寄的。还有这个花生，我们收到了啊。这个花生是。啊？这个放冰箱里面。这是什么？这是老家给我带的。腌菜。这个孕妇能吃这个腌菜吗？梅姐，炒肉是可以的，这个炒回锅肉超级好吃。二妹是一个好姑娘。红薯粉。红哦，有可能是哈。这什么东西吗？红沙粉，那个红沙粉，这个红沙粉怎么吃？怎么吃？把它打碎了，炖汤喝。哦，有可能就是把它打碎了，这个啥？打碎了就炖汤喝完。我们不会做饭的人。梅姐来了，红薯粉，对，就是红薯粉。那这个怎么弄来吃啊？这个是熬汤喝吗？是怎么弄？红烧肉吗？哦，炒肉肉的哦，炒肉的话那么多，那都可以用一年了吧？它一次一点点就够了吧？这个冻肥吗？冻肥，红烧肥。换啊！如果想搬那边回去的话，搬回去吧，不住这边嘛，不住这边嘛。是院子。知道了，你还是你跟二妹说一下怎么弄来吃，不然她不懂，她不知道怎么弄来吃。要打成粉吗，梅姐？要把它打成粉吗？这样的形象好搞笑是吧？叫韦总明天他都不好意思去公司见员工，你知道吗？戴个眼镜，戴个口罩去上班了。他今天早上。对，做红烧肉。放点瘦肉，放点黄酒。我做给二妹吃啊、哦，过两天。那你研究一下呗。我亲自跟二妹做一顿饭，你们教我怎么做，我就做一顿饭给二妹吃，啊、好吧？弄水条。我虽然不会做饭，但是我还是可以学着做的。这就
是粉了，但是我看见那个。它是一坨一坨的。坨的，还是有一块。应该要打碎吧，打碎。眉毛，眉毛，眉毛。别说了，眉毛这个是战绩啊，他光荣的战绩。好了。这样子就你看，这样子就帅了。哈哈哈哈哈。然后这样子就。你看你半边脸是不是像滑翔眉毛？对，自然就画了，是啊，你看，你看这个侧面，是不是那个鼻子，那里特别像滑翔眉。谢谢你，这还是滑翔眉吓我，不是我吓滑翔眉。是滑翔眉吓你，很冷吗？它不冷，只是不方便啊。这个是比较薄的，家人们，这个是看到没有，透明的，看到没有，它是漏洞，漏洞的，漏洞的，通风的，它不热的。这个是露透明的，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咦！啊，他们说不用打，然后用水一泼，它就化了这个东西。哦，好。看看二妹是吧？二妹不知道麻什么。我洗鼻子是。要水泡人工是吧？谢谢啊，谢谢，大概我知道了。谢谢关注，没有个小宁关注的，给小宁点个关注啊，对，给小宁点关注。小宁粉丝现在5000多，今天晚上给他打，要突破6000，好不好？没有关注，还没关注小宁的，给小宁点个关注，账号是小宁的。王菲她玩不起啊，哦，玩不起，她昨天不是输了吗？输了，她眉毛安排了没有吗？你那号一下子就没有了，刚才挂小黑屋了啊，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。账号多嘛，我账号多，一个挂小黑屋就换一个，反正没事儿啊，影响不大。大家等一批上人，没事儿啊，没事儿，人都人少，气质不能挡，对吧？谢谢点赞，谢谢。谢谢，昨天晚上很多姐姐。笑看人生，姐姐也很支持阿伟啊。昨天晚上，对，所以我们昨天通过了铁粉的家人们的大力支持，然后就胜利了这把 PK 啊。我们面子也打回来了，这个对吧？其实就是一口气，知道吧？本来说跟他输个中分吧，啊，输个中分，跟王菲，但是呢，就觉得有点过了啊，所以就没有让他输中分，就让他跟我一样就行了，对吧？其实我们还是会换位思考的，知道吧？别个小人物，别个小人一般见识，对。会的啊，家人们。跟小人一般见识，我们也成为小人了，知道吧？本来就是啊。有些人心里比较变态，所以说我叫你搬回去住，我住这边。是你今天笑不出来。阿伟老是被别人，对啊，他老是被为别人着想，他自己吃了苦，什么委屈他都自己受，他觉得大家都是朋友，应该帮一帮。对，给小宁上上人气票，家人们，这个地方给他上点人气票，亮个灯牌，对，这样可以攒人气哦。有的人就是这么。小宁的性格也是跟我一样的，家人们。
那还不是被你传染了？你做人太善良。他也是比较直来直去的性格，比较直来直去的那种，知道吧？对，我老板真的是跟着什么样的人会学什么样，真的不骗你们家人。以前我的脾气是很暴的，说实话，如果真的遇到这种事的话，我早就已经开始干那些谁了，某些人了。但是老板却是每次都这样，忍一下没关系的，没关系的。他最爱说的就是没事的，没事的，我们自己做好自己就好了。结果别人天天给他泼污水。对，我知道。那有些时候忍无可忍的。一般别人不突破我的底线，别人不说我都不会说别人的，我都不会主动去说别人的，知道吧？人要记得感恩，学会感恩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你从啥都没有的时候，韦总给你啥，供你吃，供你喝，对不对？还供你有工作，也供你有，就是你从一个籍籍无名的小人那个就是人做的时候，是韦总给了你这些流量，让你在互联网上让叔叔阿姨认识你们支持你的时候，但现在你不应该背刺人家，对不对？要学会感恩。阿伟的远见是比较大的，家人们，有些人真的是跟错了人，用一点点东西都能把他收买。谢谢点赞，谢谢。阿伟大气，阿伟一直都比较大气。没有必要，家人们，其实真的说来说去，对吧？能解决什么问题吗？说来说去，你说我两句，我说两句，没有什么意义的，知道吧？一般。没有过于的就是突破我们底线的话，我都不会去说什么，没有意思。所以说就导致了很多人觉得他说你两句，然后觉得你好欺负，你不会回击他，然后他就越来越过分，一直都是干嘛嘛，是吧？那有一句话叫不如你的人才会在你背后指指点点，那个你跟他计较，你就成为小人物了。我就说有些时候如果你不返回去的话，他会觉得你更好欺负呀。好不好欺负那就来欺负一下试试嘛，挂嘴巴上又说有什么用啊？他的思想都已经出问题了，你跟他说。阿伟小娃在直播间说你不好啊，没事儿啊，他好就行了嘛，他好就行了，我好不好没所谓，我觉得无所谓，不值得我去计较这些小问题，知道吧？因为我是一个正能量主播，我是一个对吧有格局的主播，我开个直播跟那些跟我不是一个段位的人去计较，那我是不是很没有素质，对吧，家人们？对吧？如果说他的能力以及他的身份跟我有的比的话，我可以跟他一般见识啊，但是差距太大了，根本就不是一个段位的人，我去计较这些事情，那我不就成为跟他一样了吗？是吧？对啊。谢谢点赞，谢谢。咱们把赞赞点一下吧，赞赞点一下，谢谢。所以我真的不想去说太多。你们分享一下直播间啊，家人们，韦总的号有点那个，就是韦总跟耳妹的号有一点点差异啊，然后对，然后就用我的号直播了啊，我的号平时人还是蛮多的，大家给小妮点点关注啊，谢谢。对，有什么你们也可以私下来问问我，想吃什么瓜的也是可以的啊，只是有些东西不太方便在这网上说这么多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一个人怎么样，其实看久了大家都明白了。嗯，对。那我振作起来，好好挣钱，我会加油的啊，现在因为现在也不需要为感情而撞，现在就好好做事业，好吧？
在里面你再说吧。我那冰箱还没洗完，你去洗冰箱吗？那你说吧。说没事，聊一会儿再去吧。你要说什么？平时你们都说我老骂黑粉，那个黑粉骂他，他也不说话的。对。然后我就骂，然后他就不让我骂。那天我们俩还吵了一架，然后我就一天没跟他说话。他说我骂黑粉这些不好，但是我感觉那些黑粉天天来骂我们，我已经忍了很久了，他天天来骂，所以我就骂了那些黑粉嘛。然后他就不高兴了，他就跟我吵了一架。首先，我觉得直播间。虽然有一些黑粉，但是呢也有正能量的，一直看好我们的，支持我们的叔叔阿姨们，所以我觉得尊重大家。所以我不喜欢在直播间说不好听的和脏话，知道吧？我想说一些正能量的话，知道吧？所以我不想去回复那些黑粉说的话，但是二妹她就看不惯，知道吧？是吧？没有必要，真的。那有些人他就是该骂的，因为他骂一两次，我就当没看到嘛。他天天来骂，天天来骂。没事啊，我觉得人嘛，做好自己就可以了。你作为主播，你承受不了这些黑粉的说七说八的，那你就不配做一个主播，真的。我觉得无所谓，谁说，谁说什么这些都无所谓，知道吧？因为我觉得。人嘛，要格局打开，对吧？我既然选择作为主播坐在粉丝们面前，那么我就能承受一切的这个积压渣呢，知道吧？不管现实中也好，网络上也好，现实中也没有必要跟一些小孩子计较，知道吧？艾妹，你是阿伟第二个老婆，我怎么不知道我是第二个老婆？又来了吗？刚才才说了。那小王刚刚他还说我也是二婚，他说我十一岁就生小孩了呢。他说二妹还有一个八岁的儿子。不用说这些，好吧？他说什么就是什么吗？他说什么就是什么。那我说，明天就下雨，那要下雨吗？对不对嘛？这个东西不是说你。张开嘴巴再哔哩吧啦两句话就那黑粉说我有三个老婆，我没有天天骂阿伟啊，对不对家人们？而且我骂的都是黑粉。很多事情我们擦亮自己的眼睛去看这个人的人品，做不做得出来这种行为就 OK 了，知道吧？什么样的人就是做什么样的事，知道吧？不是说谁说两句什么样那就是什么样了，知道吧？那我说明天下雨要不要下雨嘛？那我说现在就要干嘛了？那现在就要下雨了，要不要下雨嘛？对不对？这个东西不是说嘴巴上说了什么就是什么的嘛，这个事实是什么就是什么的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去回复这些负能量的一些话题，知道吧？因为比如说直播间节奏有负能量，你天天去回复这些负能量的话题，那你就变成一个负能量的主播了，因为你说的话满嘴的话都是负能量的话。你要去回复那些正能量的话题，你就是一个成为正能量的主播，知道吧？所以没有必要，你跟他一般见识什么嘛，对不对？说白了，他了解你吗？他认识你吗？对吧？所以他很烦，他每次问我，二妹孩子是谁的呀？二妹孩子是谁的呀？我说是你爸的呀。气的是吧？有些时候人生气的时候，确实是会那些啥的啊。确实是会。孩子是谁的？孩子是谁的？那孩子是谁的？是楼，是府都会证明的嘛，对吧？不是说嘴巴说什么就是什么的嘛，对不对？难道，对吧？那粉丝们，那二妹是不是我老婆？这个那看不出来吗？对不对？对吧？我知道网络上有很多搭档。就是一起合作，然后互相配合那种，知道吧？说什么互相喜欢啊，干嘛的，一切等等之类的。我不是发了一个我以前石头的视频吗？啊、那个我不是早就在直播间给大家看过好几次吗？七个给。他们就说别疯了，他们就说了，他们两个是演戏的，你看二妹肚子都没有，他们是演戏的，假的。我说这个你怕不是真粉吧？这个视频我们在直播间都看过很多次的，你都不知道这个视频。来啊，就是你们平时看别人直播的时候啊，你们在猜测这个人家是不是真的男女朋友或者真的在一起的，你们就让他们七个就知道了。
如果说真的敢这样子切一下的话，那就是真的。如果不敢切一下的话，那肯定是啊、就是互相搭档啊、就是对吧？所以你们不要去猜测，你们就让他们切一个就可以了。你们现在让我们两个切一个，我们两个直接切一个，对吧？如果我们两个不是真的夫妻的话，没有必要去切一个嘛，对不对？为了演戏给大家看，没有必要去切一个嘛。谁演戏会结婚？对会生孩子呀、啊？演这么大吗？我的天哪、啊！我又不是演电影、演连续剧的，对吧？对啊，没有必要的嘛，对吧？搞笑的很，而且你们觉得这些演戏，我们的粉丝都真实来过，对不对？像我们这种年龄有个老婆也正常，二妹子有个老婆也正常，对不对？这个用户888谁天天骂你啊？我们都好像没有天天直播，谁天天骂你啊？我们有没有求着你来看我们直播啊？我们也不蹭任何人的流量，对不对？我们自己都是流量，谁蹭你的流量？二妹堵不住的啊！我跟二妹一起直播的话，我就在后面刹车，刹住。每次都是因为你太善良了，你知道吗？我跟二妹就是有一，其实我们也在好好说话，对不对，叔阿姨？咱们都是在好好聊天，只是有些人他自己找冒，还有这种要求，我们不满足他，好像觉得是我们不对。我们都在好好聊天，又没有骂任何人。就是虽然是正能量主播，但是有时候会诋毁粉丝也是正常的，因为人都是正常反应嘛。你们不提的有的没的有完、啊、没完的再说，那肯定谁也会生气，谁也会看不惯，对不对？比如换位思考，一个人天天咬你的大腿，你反不反反击嘛，对吧？原来就是一个人天天说你，天天骂你。好像你下辈子欠他什么一样的，天天说你呢，你肯定也不高兴嘛。人都会换位思考，人都是一样的，知道吧？对，你说一两次我们倒无所谓，不会觉得有什么。可是你每次都这样说，每次都来骂我们，骂的还很难听，那我们不反击你才怪呢。对啊，那如果你不骂我们，我们也不会骂你 你啊。对啊，我跟二妹又不是神经病，没事儿逮着你骂什么呀、啊、而且我说过的，谁对我好我就对谁好，谁对我不好我就对谁不好的。对，所以说我们又不是君子，韦总才是君子，他是男人，我们不、嗯、他是君子，我们俩是小女子，小女子没有这么大的气度，该骂有些人自己找骂，怪我们。你看这就是吃屎的把拉屎的恨着，好可怕。别人不骂我，我是从来都没有骂过别人的。格局打开了，知道吧？明天我带你去这两个大腿。去干啥？两个字，格局打开，好吧，家人们。你这是把我号搞疯了，你就没号直播了，大哥。没事的，你的号没事，你的号封不了。我跟你们说，明天我带二妹去大腿上围两个字，这边围个格，不吃了。格这边围个局，格局打开。家人们，正能量来一波，我的老板。我见过有一个女孩子围了两个字。正能量。我见过，就是说人家穿的短袖拍视频，我看到视频上，我看到围了两坨这么大的两个字，格局两个字，所以走路的时候打开，格局打开，格局打开，这样子，他围了两个字，格局打开，知道吧？但是这两个字拿着围着腿上还不奇怪，女孩子围着腿上就有点往那方面想了，知道吧？格局打开就啊、哦。老板在上高速，来正能量给我来一点。这个人真的是，他号全部被封，整完了，他真的是，别让大家一起上下水。这个没事，我有数的，账号怎么才会封，怎么不会封？谢谢点赞，谢谢。要帮忙吗？嗯，大哥。啊，流量。